为遇见你，孙女历经坎坷，逆袭收获幸福人生。剧中身世坎坷的张果果，是否能够赢得金缕的秀长之位，成为观众最大关注点。新浪娱乐讯，由周小鹏导演执导，孙怡、邓伦、刘米涛等联角主演的都市情感励志电视剧《因为遇见你》将于今晚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迎来大结局。该剧自开播以来，收视率节节攀升，而剧中身世坎坷的张果果是否能够赢得金缕的秀长之位，成为观众最大关注点。该剧中孙怡饰演的张果果因儿时走失，从此就千金过上了混沌小妹的平凡生活，又因车祸失忆，与养母女儿张雨欣互换人生，在谎言与真相相互交织中勇敢乐观。甜美可爱的张果果却在逆境中不断成长，并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一路走来，观众跟着剧中张果果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也慢慢注入了很多情感。据悉，孙怡主演的两部电视剧《人生若如初相见》和《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也将于今年和观众见面。鲍鱼文乐与神秘女子现身泰国红灯区，享受皇帝与新浪娱乐讯。据台湾媒体报道，香港演员余文月于2016年底才恩爱皮带千金王唐云，28日有博主 PO 文爆料疑似出现在泰国的红灯区，而且身旁有一名短发美女。余的女友王唐云最新的照片仍然是长发模样，所以微博主猜测伴游的短发美应该不是王唐云。PO 文的其中一张照片是当地华侨与该博主的对话记录，前者表示余文月都在我这租车，现在带他去皇帝浴、泰国浴。还有网友也提供了照片，称自己也在泰国看到六叔。对此，有媒体联系余文月，至截稿前没有获得回应。针对余文月游泰国红灯区的爆料文章，底下留言呈现正反两极。一派网友认为明星也是普通人，而且合法去玩有什么关系？另一派网友觉得身为公众人物，也有女友，应该避免熊黛林栏目里郭富城闪婚。与老公恩爱选购新床，新浪娱乐讯。据香港媒体报道，天王郭富城最近打算迎娶拍拖多年的上海嫩模女友方圆，成为城中热话，其旧爱熊黛林 Lin 大方送上祝福。28日下午约4时， Lin 则拖着老公郭可颂双双现身铜锣湾简家私示威， Lin 更不时拖着老公放闪晒恩爱，十分甜蜜。见他又频频与老公有耳热聊，爆果足罪人婚内出轨，为小三花1300万，妻子血泪控诉。北京时间3月29日，在国足领导一负于伊朗之后，疑似球队主力边后卫姜志鹏的妻子在微博上发表上文，控诉自己的丈夫在婚内出轨，并且转移财产，同时怒斥姜志鹏所在的富力俱乐部包庇姜志鹏。疑似姜志鹏妻子的微博号发表了关于国足球员姜志鹏婚内出轨转移财产及广州富力俱乐部包庇旗下球员的实名血泪控诉的文章。文章中称，2013年2月他和姜志鹏领证结婚，但同年9月姜志鹏就在微信上和其他女人聊骚。2014年初姜志鹏转会富力后，虽然自己辞职准备前往广州，但姜志鹏以各种理由不让自己前往广州照顾他，而且姜志鹏向他提出离婚，随后姜志鹏将他在广州的生活用品全部寄回了上海。文章中表示，
后来我才知道，我第二次去广州之前，他就已经重新租了房子，和第三者同居了。随后，姜志鹏开始逼其离婚。在2015年6月，法院判决不予离婚的情况下，姜志鹏开始采取拒付房贷等一系列的动作，继续威胁其离婚。2016年1月，姜志鹏再次向法院起诉离婚，并且查到姜志鹏的银行流水，将近1300万的收入全部挥霍一空，大部分钱用在小三身上。熊黛林蓝里郭富城闪婚，与老公恩爱选购新床，新浪娱乐讯。据香港媒体报道，天王郭富城最近打算迎娶拍拖多年的上海魅魔女友方圆，成为城中热话，其旧爱熊黛林Lin 大方送上祝福。28日下午约4时， Lin 则拖着老公郭可颂双双现身铜锣湾简家私示威。Lin 更不时拖着老公放闪晒恩爱，十分甜蜜。见他又频频与老公有耳热聊，爆果足罪人婚内出轨，为小三花1300万，妻子血泪控诉。北京时间3月29日，在国足领导一负于伊朗之后，疑似球队主力边后卫姜志鹏的妻子在微博上发表上文，控诉自己的丈夫在婚内出轨并且转移财产，同时怒斥姜志鹏所在的富力俱乐部包庇姜志鹏。疑似姜志鹏妻子的微博号发表了关于国足球员姜志鹏婚内出轨转移财产及广州富力俱乐部包庇旗下球员的实名血泪控诉的文章。文章中称，2013年2月他和姜志鹏领证结婚，但同年9月姜志鹏就在微信上和其他女人聊骚。2014年初姜志鹏转会富力后，虽然自己辞职准备前往广州，但姜志鹏以各种理由不让自己前往广州照顾他，而且姜志鹏向他提出离婚。随后姜志鹏将他在广州的生活用品全部寄回了上海。文章中表示，后来我才知道，我第二次去广州之前，他就已经重新租了房子，和第三者同居了。随后姜志鹏开始逼其离婚。在2015年6月法院判决不予离婚的情况下，姜志鹏开始采取拒付房贷等一系列的动作，继续威胁其离婚。2016年1月姜志鹏再次向法院起诉离婚，并且查到姜志鹏的银行流水将近1300万的收入全部挥霍一空，大部分钱用在小三身上。熊黛林蓝里郭富城闪婚，与老公恩爱选购新床，新浪娱乐讯。据香港媒体报道，天王郭富城最近打算迎娶拍拖多年的上海魅魔女友方圆，成为城中热话，其旧爱熊黛林 Lin 大方送上祝福。28日下午约4时，Lin 则拖着老公郭可颂双双现身铜锣湾简家私示威。Lin 更不时拖着老公放闪晒恩爱，十分甜蜜。见他又频频与老公有耳热聊，